G5 成立至今有21年，我们都秉着学校养团、团养学校的方针，很独立的、很自立的把华族舞蹈传播。我们引用了芭蕾舞、现代舞、华族舞，把它融会贯通，甚至我们还融入了一些歌唱，让我们的舞蹈艺术里面多姿多彩。其实在舞蹈里面的内容，很多的深思觉得华族传统里面可以融入舞蹈，比如我引用了一些儿歌儿诗、弟子规，把他们在学习前的品格教义融入他们的学习里边，提醒他们不断地在家里、学校、社会里面都能够有着品格的色彩。男孩子在剧舞房一定要练武术，因为能够让他们锻炼起坚强、勇敢、勇猛的气魄。武术的动作让我们的舞蹈更加的精彩，而且往往男孩子总是扮演着非常有速度、很有干劲的一个在我们的表演里面。我希望成立一支很有规模的、能够代表新加坡的舞蹈，所以在每一次的表演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本土的文化特性宣扬到全世界去，也希望更多人来欣赏华族舞蹈，走入剧场，来支持这一个华族传统艺术。